它可以调搜寻距离是近距离的，这样可能比较ping 比较好一点。像刚刚那场就有小卡，距离，你要近距离是不是？近距离啊。重新整理，我这看好到一个少。从软采集的嗯，哪一个？GANLTW 哦，的，好，进，来，让我们两个 carry 你啊！两个一等的 carry 呀、啊。工程师，Yeah, I got a grappling hook. 还比我们更菜，好不好？哈哈，他这两等，代表他就真的只有这只。哎，所以他也是工程师。完了，那这没有什么好升等了，这就是正常等级了，正常等级上。可恶！哇，重软。我，这什么路？地上有那个针呢，榴莲，橘是怎么？哦，钩子啊！对，他那就是自己勾而已。哦，又一个新伙伴，又一个新伙伴，满了，不错。看看哦，这只散弹、榴弹、平台枪、少界塔，哇哦！我们的组合，工程师，哎，瞄到才知道是不是？砖头工有砖头工，这样子打虫卵应该蛮方便的。这里有消团，哎，不行，我要来用我的平台枪。哇，这怎么用啊？他一射都直接好远呢，哦，可以瞧，不能瞧，哇！等下再来玩看，感觉平台枪，强强，感觉，对啊，感觉那个彩彩平常好像用得很强，我刚刚射直接就射超远了，虫卵，虫卵 tape 这可以看。下面有，哇，不知道下去了。哎呦，很近啊，大火平台。OK，哎呦喂喂，哎，我踩那平台直接掉下来。工程师的枪真的蛮强的哎、欸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县长，没事。小心，这里有大颗的，等那个砖头工来挖，砖头工比较好挖。然后他有做事，帮他叫。Molly，叫一下少界塔。哎，还有什么枪啊？哇哇哇哇！呜，来了。一是什么？你可以填充他的子弹。步枪，帮忙加射两台。魔力已经在了，他不会看呢、欸。照明。哦。魔力，哎呦，赶快放啊！风筝草。什么？我被弹来弹去。哦，那个滚滚滚。好。哎。伤他。榴弹啊，不对，用错了。榴弹，死了吗？有一只大只的哦。哦，怎么大只那么多？刚刚又被喷了。又玩什么？你在玩什么？哼。哇！哎、欸，那个互动，痛！哎、欸，哈死！我刚要用榴弹，一直用到那个平台枪，用平台枪打人，是在打我啊 ！OK，白痴哦！一直踩一个虫卵就打成这个样子，很狂啊！不是头上一直在喷，我打不到。
哦，对，头上刚有。交给。有射死了，接下来。好。哎呀，我这也是散弹枪，打不远。来挖钱。哎呦呦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哎，我们才一等啊，伤害不够啊！哎，小安难度不是才二吗？怎么会那么多只？再伤害一发，又死了死了死了！重满才放一颗而已耶，好诡异哦！OK， 嗯，不烧枪，先不管，很行 OK 哦，可以啊，好，哇，刚刚真的有在扣血呢，真的扣掉了，地上这边很多蘑菇，然后又有一个虫卵，叫他赶快来，嗯，不烧枪机准备抵达，哦。好特别的玩法，其他人新手应该是啊，可是重点其实也是在于夸张啊，那么多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刚来了那大只的来了三四只以上哎、欸，很夸张。我们等一下一定要找跳团。乌马石。各种石头都很重要了。反正我们的进新手场就帮他们多挖矿，怎么了？没有，仙人掌很棒。啊，不是啊，那个矿工有没有在挖？他没有在挖虫卵啊。There is an egg here。他人呢？没看到哎、欸。远方有一个，是他，他黄色的。对，就是他。他干嘛、啊？不来？啊，还他那里也有啊、哦，他那里有一个，他在挖这里的。哦 OK。哦。西。按到 B 了，行不行？有有，帮他找。我在那里架枪了，又要在这里架。来哦，来哦。哎、欸，有人叫了，你吗？他叫的吧，这么快？哇，浪费！我打完这波再用，嗯，他们应该会留给我们吧？他如果吃走，我就气死了。哎、哦欸，茉莉去哪里？我再找一下。有茉莉来了，茉莉来了，准备来迎接。赵亮亮，你护盾先放地上，你护盾先放地上。哎、欸，你不是那一只的、哦？我没有护盾，我没有护盾。对哦，机枪我已经架了。看自己的残阳配置。嗯？啊，因为我一等，所以只有一个机枪台。哦，没有，是你要去那个选技能。我刚刚有调，我刚刚有调，他需要那个啦，升级。对啊，要升级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说我一等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一等也有。他只叫材料而已，就是你没有买，懂吗？啊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我还没有升啊，我都还没升啊。哦、我的意思这个。哦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感觉应该差不多，我们拿一拿补给吧。不然等下被他们拿。你拿，我拿好了。啊，所以还有一个还没拿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你拿你，那我拿。我有我标记叫那个另一个人拿，那不拿。我操！那、欸、重点是他们就走了，刚刚那里还有一个那个虫卵啊。你标记。我先。气死了！这么大个虫卵是看不到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还是他没有活体物质。有啊 ，table 我就看到了，我快气死了。他跟来了。
Donkey， 没有，我想说我自己要挖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自己挖出来了啦。那挖你这样 ，Mori， 照明枪。哎、欸，哦，照去哪里？来了，来了，又滚滚滚的，滚滚来了。茉莉绕一大圈去哪兒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存起来，存起来了。哎、欸，反而没有什么敌人呢、欸。去攻击我们队友了吗？可能，那至少、欸、至少没事。对对对，他那边出事了，他那边出事了。谁叫他不过来？你看他那边很。啊，可以帮他，可以帮他。哦，那什么，那什么？蟑螂。有一个像人影的东西、欸，你刚好看到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哦，我知道你是刚橘橘的吗？是吗？好像。对，那我刚刚也有看到。喂，我刚刚就有看到有人在跟着你。喂，哎，干掉一只。打屁股。有。哎、欸，又有人呢、欸，你看，来跳舞哎、欸。有吗？我现在没看。哎、欸、呦呦呦！哎、欸，那什么、啊？跳舞物，跳舞哦，它特别的吧？什么东西？说不定某一个按键可以那样。太强了！尾刀。好了，我们努力来帮他们，在上面哦，剩下的都在上面了。难怪他刚刚想要往上走。我觉得顺着他这里可以啊，这里他铺的这个就是。就是了。嗯。哇。哦，你在这里，好。嗯。还铺的。还要挖好远呢。哇，砖头工，不来我们就挖一辈子啊。你可以去采采蘑菇。好。这里感觉要挖一辈子。哎呦，挖出去了！哎，这种时候就觉得砖头工真是好用。往下。哎，嗯，不是。室内下雨喽，室内下雨，而且重点是我的洞里也下雨，真莫名其妙。为什么茉莉在我这里？有，我这里有活体物质哦。这边花钱。小团挖起来，赚钱赚钱赚钱，哎，转转，我这里有几个蘑菇，还不错，什么声音？啊，那个会转的砖头工到底是？他在我旁边，他在烧滚滚。好，那我们两个两个，我这边要直接挖了，受不了了。李豆伟，就知道平常砖头工，哦有有有，啊哈，太厉害。等等等等等，有 BGM 哦，小心哦！我跟另一个工程师都在别边，没有，我们在你们下面。对，我们在上面架枪了。没问题，我可以马上上去。我们队还蛮 peace 的。重点是他不架枪，他干嘛？枪是我的、啊。在发呆哦。
是不是？他一直在那边召唤那个跳舞的啦，又……哎呦，哎，他召唤那个跳舞会吸引炮火，哎，哦，所以是真的有用哎。哎呦，误会了，怎么用的啊？那么厉害，呜，后面